各位好，我是老编玄真，欢迎来到玄真解说啊！继续来送上的是街霸的爽快局，好久不见阿胜啊！然后今天是阿胜对小明，哎呀，上来就是把一道板边毒打啊！先兴师再问罪，没有打晕，走过来，好一个点水，想蘸点油水就走，不科学啊！吐奶，那一批人付出了吐奶的代价，走。挑拨啊，挑拨，挑拨成功的话，大兵也没什么办法。就说对方不前跳，你只能蹲在那边。啊，你不前跳，我自己来。啊，对方眯缝着双眼，看着阿胜约束的身躯，一步一步来到眼前。啊，摸他一下就走，真刺激。再见。啊，帅气，从天而降的西法。阿胜玩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啊！这个大兵要玩好真的很太难了，蓄力，光蓄力这一点就劝退了非常多的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对蓄力型的角色实在是爱不起来啊，没有一个能打的。走，好车。啊，对方要搞事情，要搞事情，一波晋升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压，别动，完了啊！这个胜负手啊，就是一下，因为街霸的胜负手确实很难捕捉啊，就是一瞬之间就发生，太难了。来，一波，两波，打晕了吗？啊，差点打晕了，我打墙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从天而降的掌法终于来了！哎，什么鬼？啊，如来神掌居然没有连上万佛朝宗，割裂开！啊，不过也是完美的啊，完美的，至少有一个如来神掌从天而降。走，看双方第二局啊！啊，警察每次都会变成一个标靶。好，弹头。啊，为什么这个头要梳成这样啊？是有理由的，是有原因的。不梳成这样的话，踩成光头了都，踩成恒河长老啊。走，这样的话让自己的发型有弹性，踩上去的话不会太伤。好，弹到一个根部，走。好，进板边，漂亮，再来。好，开始刷，完了，再见。再见，兄弟，请你蹲好。右尾，再来一波，好，双方相杀。啊，开局，压到外面。啊，这么刷就没有意思了，兄弟。累不累？好像现在大家都默认的，哎，默认的是这种玩法，那必须要刷。刷到对方海枯石烂啊，刷到对方油尽灯枯，完了，让你刷，哎呦，这套太帅了，一二三四，哇，让你刷，兄弟，让你刷啊！别看现在闹得欢啊，就怕马上拉背单，还敢不敢了，兄弟啊，让你睡木板啊，打晕了吗？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科学了，从天而降的掌法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什么鬼？没有从一而终嘛？但这套真的好帅，帅到扯闪了。好，刚才来了一个怪招，居然连死了对手。好，踩头，飞机头不怕踩。再来，兄弟，近身，好，软腰，让你尝一尝男人的拥抱。进来，好，一个传播，打晕，再见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每次都要打到山穷水尽疑无路。油尽灯枯又一村，走。好，一波后撤。再来，不敢动了不是？压个硬直，
三压，反手啊，直接一个脚刀回身啊，这把没有打强转，放得不错啊。吸取了刚才的教训，阿列夫库再来起手，再走起身啊，进不了身，那这把控得死死的。啊，急了啊！两匹小兵急了，老师让他回答问题，回答不出来，着急了，着急了，不好意思。再来，起。啊，这把就这么僵持在这边。过起了佳佳啊！你方故来，我登场了。走，起身了啊！终于来，该来还是要来。该推还是要推。Fight， 走，一波，好的，一个软木压，再打架晕了，丢进来晕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科学的从天而降的掌法，再来一波万佛朝宗，再见，三把都有秀啊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今天不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各位人好，我是老片全真，欢迎来到全真解说，继续大家送上全网球爽快局一匹刺客，对两匹八八啊，八十八，看一下隧道的角色啊，这边是琢磨，有琢磨必有秀，好的，被逼到旁边，让你秀，看你在旁边怎么秀啊，两匹，好，这个距离感可以啊，连续站 A counter 对方站 B。有先手啊，张 A 两次血啊，血红了啊，没有两次血，多闪回击一波要出来了，不让出来，兄弟，请你在这边躲好啊，黑煤窑，在黑煤里面黑煤窑里面蹲好，哎，出来了，一二三四，我要打晕了，一个必杀，好的，一个波追击必杀，哇，帅气，非常的帅啊。啊，一个波要轻波啊，后波重波不可以，必须是轻波，红掌波轻波，对方草地金躲，啊，田旭跳 CD 过来，一波后撤躲，啊，肩扛下盘走七五十没有打中，啊，过来贴脸捏，哎，基本再见，一波。躲，还想出来，没有驾照。啊，放到旁边，一匹不敢动了都，失去人生的目标了都，怀疑人生了都。好，看一下 Terry， 走，起跳，左闪攻击七武士，龙车三段，近身，啊，骗你一个升龙，起手，啊，七武士连龙车，二三连。跳水叠锋位不要动，想打一个强转重合逆向啊，不科学，前前再捏要再接躲啊，没得到不科学，同准啊，同准下逼啊，反身跳 C 没有打中，没有起跳啊，一棍佟主任反身跳 CD 再拨，不等你落地近身跳，哇，漂亮，这个三连小跳一二三四，好，开始捏啊，一匹也是放弃了治疗啊，基本上再见了，这把确实就再见了，呵呵，好，看一下双方第二局，走，然后一匹
随到了小草莓啊，两匹有八神啊，三强。然后贴脸捏进满边，躲下盘再接，基本上后脚是地，躲下攻击后手，连续偷下盘躲，塞嘎达，再来，好一绝没有打中，再来后跳，啊对方有气血又红啊，很难对付，啊起跳。连续两个小跳啊，跳对方头顶摸到一下马上就爆气啊，应该是一个架招必杀。走草地精一波，再来前前没有捏神龙，哦哦连续 counter 啊，你奈我何，完了啊，多长攻击后手近身翻滚进板边站 C 凹出来，躲闪攻击后手，哇对方也是升龙应对啊，下盘一波躲啊，哪里来回哪里去，很不科学啊，对方一个八神啊，走完了完了，哎皮下没出来啊，有点失误啊，刚才一波倒地要追加，小心对方也是一个绿色血的八神，可以浪飞起来，好再扣漂亮，这个神龙好，对方捉摸走，一二三打晕了，反身跳，哇这边刺客也被秀了啊，小跳百花啊，小跳百合折，刚才是一个百合折三连啊，三连的下臂七霄站地啊，七霄站 C 打晕，打力 perfect 啊，刺客也被秀了一脸，顶神龙判断的很准，又是一个小跳打晕啊，小跳好快啊，打身后完全不能动啊，一匹哇这把啊，刺客被秀到姥姥家了啊，非常帅。好了，大家喜欢圈解说，请点不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各位好，我是老编先生，欢迎来到圈圈解说啊！继续大家送上精彩的月华剑士大师局，有一批 RRT 啊，对这两批前若清风。啊，那这些比赛的话发生在同一个晚上啊，当天的话汇聚了全国可以说最顶尖的高手前来切磋抢二啊，包括幺八二啊、前若清风这些大神。啊，这游戏97年。出场啊，面试，那当时正是遇到了国内拳皇九七最为风光的时刻，这一把上来打晕科学啊，跳 A 跳 B A A B B B 啊，再接 C 直接必杀啊，没有 C 啊，没有 C， 刚才是没有 C 的，两个下 B 再接必杀，好一匹神奇十三，一点都不神奇，一个弹打以后 A A 跳 B 两段 A A A。啊，最后一个 B 非常的难啊，非常的难，打晕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这一套空中连段的话，只能打到这种就是高度比较高的角色，矮的角色他跳 B 三段，啊 A B C 三段是打不到的，就坐高是有影响的。那刚才这把可以说。不太常见啊，不太常见，就是比较矮的角色你是连不上他，要天时地利人和啊，对方要配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只能连一连龙锥旋这种比较普通的连段。好血的话力血啊，技血在一代里面都是比较强力的角色，好爆防后肘没有打晕，
好，想起身烧逆向，其心可诛啊，其心可诛，走，完了，啊，对方也是丝毫不手软，弄到死。好，血先拿一灯，看一下这边。好，交换一个身位，刚才是一个跳 C 打中个逆向 AA。那这一局最关键的是什么啊？最关键的还不是连段，它的逻辑是什么？那个你练一练是可以的，有的东西是很难练的，比如说他下 C 打你，你看要不要反击？如果说你反击能得手的话，那还则罢了啊，不能得手，反被对方打一套啊。所以说任何游戏都是先练防守，再练进攻啊，科学。好，看一下刚才被弄了啊，被弄了。李烈火下来那边换上风啊，风对雪，大雁对长空，走。一二三，啊，想躺打很细节，一批把握到了这个机会。好，小三连，谨慎。啊，计模式主要是靠 A A B 连啊，力模式伤血很大。好，一个觉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九十啊！刚才这个升龙打晕，不跟你啰嗦啊，直接战臂接升龙。啊，觉醒后的风，它血量会慢慢降低，但是伤害量的话会非常的不一样，而且它出招收招都很快。要打晕了吗？好，九连没有打晕，这边一个瘦身，前前过来下 C 偷下盘。好，跳 C A A B 啊，对方有一个蹲弹的动作，那第一时间你要看到判断对方会不会弹刀，如果弹刀的话你就完了，你真的要判断他要弹刀，你就后一秒出招啊，这样的话打他一个回身就不会被他弹到。完了，开咪了，一二三四，哇，科学要浮空了啊，什么鬼，什么大视觉啊，还中对方一个必杀，很帅啊，很帅。刚才的风差一点就打到一个浮空脸，回身再来啊，后跳 A， 那还下来，好的，一个近身技，好，下 C 破防，一个打击头戳一下，走，打晕了。一二三四五六啊，再见兄弟啊，雪也不是开玩笑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今天不关注，感谢收看，下期再会。